Okay, now let's move to page 77 and 78。小朋友，请你看77页跟78页这个复习的小游戏。好，老师先讲解哦。这个小游戏必须2页一起看哦。好，那怎么玩呢？我先介绍一下，也是一样啊，哈。小朋友，这个我们先来看哦。他必须，你看这边，他说 write and play，所以你必须先写完。才能够玩哦，好，那 play 的话呢，等一下要 paper scissors stone，就是要剪刀石头布。好，那你会发现呢，来小朋友，这里有参考单字诶，word bank。等一下你把这些单字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写到这个空格里面去。好，那老师介绍一下，有些什么单字呢？有关于 unit 3的家人，有关于 unit 4的职业的单字。好，第一个。我来用笔啊，好，第一个，brother，brother，next one，sister，sister，next one，grandfather，grandfather。And this one, a nurse, a nurse. And this one, a teacher, a teacher. And this one, a doctor, a doctor. 好，第一个 brother 是兄弟。好，第二个 sister 是姐妹。Grandfather 是什么呢？好，祖父、外公、爷爷都可以。A nurse，护士；a teacher，老师；a doctor，医生。好，那你就必须根据它图片，然后把这个句子写出来。好，那你看这个句子都是一问一答，哈，就是说一个问句，一个回答句，哈。好，现在请小朋友试试看，你要全部写完，我们才有办法玩游戏哦。好，现在请你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开始写。好，小朋友，你都写完了吗？如果没有写完，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继续写。好，然后写完呢，才再把老师的这个教学影片呢，好，再继续播放。All right，好，小朋友，let's check the answer，我们来对答案喽。你都写完了吗？好，假设你都写完喽，好，你不要自己都不写，然后一直抄老师的答案哦，你自己先写完，好。先试试看，先头脑想过，然后再来跟老师对答案。Okay, now let's check the answer。好，从这个第一个 start，等一下玩游戏是从这边开始起点，叫做 start 起点。好，Number one, who's he? Who's he? He's my grandfather. Number two，我们照这个顺序哦。Number two，who's she？She's my sister。Number three，who's he？He's my brother。And number four，哦，is he？什么呢？然后他回答 yes 哦，这什么职业？Is he a teacher？小朋友，回答 yes 或 no 的问句音调要提高。Is he a teacher？音调提高。Yes, he is. Number five. Is he？好，我这里要写什么呢？可是他回答 no 哎，No, he isn't. 那这里要写什么呢？A teacher 写过了，然后呢，你要写 a doctor 还是写 a nurse 呢？好像这两个都可以写，对不对？好，
然后他就会回答 no 嘛。可是因为啊，小朋友，我们的 number six 第六题呢，有这一题了 ，is she a 什么？然后他是回答 yes, she is. Okay, this is a nurse. So 你就必须写 is she a nurse?Yes, she is. 所以我们的 number five 呢，就是填什么 ？Is he a doctor? No, he isn't. 不，他不是。那如果讲正确答案呢 ？Is he a doctor? No, he isn't. 讲正确的职业呢 ？He's a cook, right? 好，那全部写完，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始玩游戏啊，就是这样子，从 start 开始，然后呢，小朋友你可以拿出一个橡皮擦、哦、跟你的家人玩啊，哈、哦，就是说 paper scissors stone， 赢的小朋友呢，赢的人呢，就从 start 往前走一步，然后把它念出来，念问句跟答句，那念对的话就可以待在这个前面这一步，那你看有六步，六个小岛，六步，然后最后 ，one two three， 你要按照这个石头哦，这样走 ，four five six， 好，最后 finished， 好 finish， 好结束，终点 finish， 哦，你就可以拿到宝藏了，这样你就赢了。好，跟你的家人玩玩看 ，OK。